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今天准时收看咱的智慧轮椅守护爱。那今天很高兴哦，咱大拿主代本医为大家邀请的是咱大拿主代本医的家庭医学科林明南林主任来到现场啊，同时林主任也是我们的主持人之一，我们欢迎林主任。主任好，全球观众大家好，我是大林慈医院家庭医学科林明南。那观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林主任来是要谈什么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新的观念。可能大家之前都没听过，叫做健康促进医院。那到底什么是健康促进医院呢？我们待会再跟林主任好好的聊。我们先来介绍今天接受 call-in 的医疗团队。首先是一般外科魏昌国主任，牙科郑朝宏主任，肠胃内科谢玉玺主任，放射肿瘤科林宏毅医师，影像医学科，对不起，肾脏内科陈怡君医师，影像医学科陈绍哲医师，护理部陈培。林新荣督导，护理部陈培玉督导，我们跟我们医疗团队伟大好不好？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不要客气，02-6-48-066啊，观众，我们医疗团队会为您做好好的服务。那跟我们的林主任谈我们的健康促进医院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奖牌，我们大林慈济医院最近得了一个奖哦，一个很大的殊荣哦，大家看一下这个奖牌是在我的前方哦，它是叫做 HPH Award 2012年的一个杰出成就奖，在健康促进方面的杰出成就啊，是不是跟我们主任介绍一下这个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也很幸运，我们今年因为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叫做健康促进医院的国际网络，是那以往都在欧洲那这近几年来就是有跨出欧洲到全世界去。那今年刚好第20届在我们台湾举办第20届的年会。那在举办年会之前呢，他就开始征求说，各个医院你如果说有把你做的一个成绩啊，大家能够去做一个类似像竞赛一样对对，然后把你所做的成绩给他记录起来，然后呈现寄到丹麦的这个总部去那看看说大家怎么做的好不好啊。那我们就把我们这几年5-6年来所做的一些成果给他收集一下，记录一下，整理好以后就寄过去啊。也很幸运的说，今年我们的评比呢拿到说，其实我们该有做的东西都有做也类似像说是典范医院一样得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健康促进医院的这个奖项所以其实这不是一个奖项而已，其实这是首奖，对不对？我们就是首奖。我们参与整个评比的医院里面，我们大林慈济医院是拿到全球的首奖是，这是也是很幸运的，让国际上有这方面的认可，对我们所做的一个成果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到底是做了哪些事情得到我们这个首奖？什么样这个组织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先来看底下这个影片，回来再跟我们的主任好好的聊。那我们得到的这个奖也更肯定了说台湾尤其是慈济的体系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底下的这个机构健康促进全球的一个学会肯定台湾肯定佛教，这个对我讲起来是一个现场非常非常让我非常感恩的一个地方。2012年4月11日，第20届健康促进医院国际年会在台北举行，20年来第一次颁发健康促进医院典范奖。在全球800多家医院中，位于南台湾的大林慈济医院获得此殊荣。一张奖状虽然无法道尽长久以来慈济医疗置业在推动健康促进的努力，但从以欧美国家为主的世界卫生组织手中领取这个奖项意义非凡。健康促进医院代表的是健康照护上的观念改变，过去医院的服务是以治疗为主，着重在疾病的诊疗与预防，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与药物的发明使用，民众的健康虽然获得改善，但仍有许多的疾病是手术或药物无法解决的。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在1993年推动健康促进医院计划。医院除了提供高品质的医疗和护理服务，把病医好之外，更要进一步从事疾病的预防，以健康促进为目标，从病人、同仁、环境、社区、心灵、领导等面向做起，提升促进自我健康的能力。2000年起业的大林慈济医院一直致力于社区的健康卫教宣导，
再加上院内素食的推广、废弃物减量与资源再利用，成为绿能医院的代表。从2006年起，不仅连续3年得到企业环保奖特优，近来又荣获2012年绿色品牌大调查医疗服务类首奖。诸多的肯定，其实是全院的同仁处处用心、时时耕耘的结果。所以林主任是不是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健康促进医院它的目的到底是要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一般来到医院大概都是看病嘛，病人有来，然后血管阻塞了把它通好，对，问题是说其实阻塞的有它的原因，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病人呢能够是除了阻塞通好之外呢，能够以后不要再阻塞，所以他很多需要能够让他保持健康的，比方说戒烟啊、饮食啦、运动啊等等，在病人方面我们就需要注意到这些，希望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也把让病人能够消除他造成疾病的原因的这一些该交给病人的、该跟病人讲的都要跟他讲，让他能够好好的能够健康，一直能够维护，甚至能够健康促进这样。所以就您刚影片中提到说，健康促进医院这个观念从欧美开始的，然后慢慢扩展到全球啊。像这里有一张地图啊，是不是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说，这个组织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呢？实际上，在世界卫生组织在1986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渥太华宪章里面就提到说，我们应该有健康促进，不能只有看病而已哈。但问题是，健康促进有很多个方向，其中有一个呢，就希望能够从一个职场啊，能够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所以有健康促进学校、健康促进职场。那医院它本身是一个健康知识最强的地方，所以当然需要健康促进医院。那一开始是在欧洲，大家可以看，我们现在除欧洲之外，亚洲是第二个，那美洲啦、南美啦等等，还有澳洲都有。那一开始就在欧洲推，大概在5、6年前、6、7年前开始就扩展到其他地方。那像台湾，像新加坡、像韩国都有一个网络，还有其他的一个医院，所以这是全世界现在大概800家左右，有好几5大洲的国家都有加入这个组织，希望除了看病人之外的疾病之外呢，能够让他们在健康上能够更好。不过，主任，你刚刚提到说这个主要组织是从欧洲开始的，其实扩展到全球的，之前的年会都是在欧洲办，但是今年他走出了欧洲，是，然后而且第一站他就来到了台湾。那为什么欧洲国家他们要选择台湾作为他们全球这个活动的第一站？因为事实上在台湾以前一直都有在做这一方面的，然后在2005、2006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除了在推在台湾的话，就是我们国民健康局像邱喜邱局长他就很积极的参与，那我们有很多的医院也大家能够配合，也去那边学习跟分享，所以那时候有要扩展到其他国家其他州的地方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是台湾，因为台湾实际上是有分享很多的经验，所以第20届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时间就来到台湾办第一次离开欧洲的世界的一个会议。所以因为是台湾整个国民健康局全台湾政府的一起努力才有办法得到这个殊荣，对，当我们整个医疗事业体也非常的配合那所以尤其是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得到今年的等于是全世界第一次的典范奖，我们大林慈济医院是做了哪些的，是不是简单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它事实上有一个标准啊，实际上大家很多都有在做了那它国际这个在推这个健康促进医院，它就有一个标准，从不同的面向去，那我们就各个面向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到底哪些做得不错的，哪些可以再加强，我们各个面向去检讨去推行全院的各个部门都加入，所以我们才能够每一项每一项的都能够去呈现，我们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照顾还有病人同仁社区环境当中，所以送到那个丹麦总部去之后才获得我们那个其他国家整个国际组织的肯定所以其实这不是一个内定的奖，是经过很严格的评选而且是我们田中央的大医院大林慈济医院可以获奖，真的是很难得的殊荣。所以观众朋友，我们来先底下的影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得到这个奖的肯定。位于田中央的大林慈院就像绿色奇迹，矗立在云嘉平原上，灰色朴实的外观衬以蓊郁茂盛的林木，从外到内具体而为的落实健康促进的作为，从职场中的食衣住行娱乐着手，院内同仁随身使用环保餐具，住院病患与家属医院也供应环保餐具，11年下来总计少用了600万双免洗筷，而手术前的知情同意卫教制作成影片，不仅将医疗资讯化，有效地减少了纸张的浪费，
同时透过影音网络分享，将医疗具体化、生活化，达到健康卫教的目的。耶、yeah, ，我们四个东西一下嘿，哎，马上就好哦，哈。出发的用意就是在环保嘛。在忙碌的临床工作之余，护理人员们更善用巧思，将废弃物再利用，开发出冰枕、排痰器、减压枕、针头回收罐等延续物命，不仅让地球负担变轻，也提升照护品质。2002年起，大林寺院积极将健康促进带入社区，从量血压、测血糖到如何吃、如何运动等健康观念的教导，带动社区居民自主式的健康管理。其中大林镇的明华里有大林寺院作为后盾，从自我健康意识的提升延伸到社区的河川保育、农村再造等社区总体营造优异的表现，在2011年获得全国优良社区奖。评鉴是第一，人数也是第一，哦，整个出去都第一啊。整个社区哦的愿景，当然是也是跟实际这边如果能够继续的结合，啊，大家过得哦很快乐，啊，拢无啥病痛，我还是上好的哦。哦，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观众再具体介绍一下，说我们大林慈医院在环境上这一块怎么用心？嗯哼，我想这个环境这一块啊，本来就是我们一直是慈医疗置业地，我现在要强调说，我们很多都有在做，对，那只是说我们如何落实在生活上。那像环境这一块，我们要节能减碳啊，要减废啊，对，所以在我们在医院有些整个医疗过程里面，有些东西就好像可能要丢掉，比方说。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的，像大家可以看到哦，这是我们洗肾病人这个护膜透析的透析液，对，这本来是应该用完了就可能丢掉了，可是呢，也因为我们护理人员的巧思，所以它就怎么样，也可以当减压枕，对，啊，如果加点冰水的话，可以当冰枕去做冰敷的，对，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可以把本来应该丢掉的这个不要的东西变成可以有用的东西，就化无用为大用。像类似这样的一个巧思，我们每年我们医院都办那种评比，第一还有奖金，第一名10000块啊，第二名8000块啊。我想这是落实在生活里面哦，我们很重要的除了我们照顾病人之外呢，我们也能够对我们环境尽一点心力。哦，所以除了延续污名，也可以节省成本。对的，对。那除了环境之外，主任，那我们在同仁身上呢？同仁身上有没有怎么样去落实我们健康促进？我们一开始在推的话，就其实想到说，有健康的同仁，对，才有健康的病人，对，所以同仁这部分呢，我们就比方说我们做很多的体适能检查，让大家知道说，事实上身体很重要啦，健康很重要。那我尤其我们最近哦，可以看到我们医院有非常多的那个典范的，原来是那个可能100多公斤的哦，有几个医师，像我们理工主任急诊科，他本来120几公斤，哇，我们一直在配合我们这种推同仁的健康注意，所以他就也饮食方面改善，素食8分饱，2分助人好，所以持续性的他就体重降到剩下80公斤。哇，那还有苏主任啊，我们血液肿瘤科的，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同仁来讲一个很好的健康的一个方法啊。另外呢，除了说饮食以外，我们也是运动，那医院院内外很多很好的一个运动的设施，像那个李主任的话，他除了说自己饮食改善运动以外，他还开始去跑马拉松，他现在变成跑马拉松跑上瘾了，还去那个琉球，去年还去那边报名跑42公里的全马，他最近又参加铁人的那个运动。除了这个之外，曾国治医师很多，其实我们医院的同仁大家都往这一方向来迈进，很多的我们想白跑运动家，在我们医院里面就形成一个风气。那这样有健康的同仁呢，就会有健康的病人。所以刚我们影片看到李主任呢，他120公斤，怎么完全看不出他之前是120公斤？是。其实如果大家这样好好的做减重跟控制体重，我们外科真的不用开减肥手术。对。那像主任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那除了跟同仁方面，我们跟家属跟患者之间，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做健康促进呢？其实当然那个病人是我们最关心的嘛，病人来这边我们最主要是帮他治疗疾病。我们当然其实医院这疾病的治疗方面，当然很多的一个医护同仁都做得非常好，治疗的效果很好。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对他们的一个普通的关怀也是非常的注重。比方说，我们这个大林慈医院所在的地区嘉义县是全台
年纪最大的，平均年龄最老的，云林是第二老的，这是我们主要病人的来源。那对于老人家呢，我们怎么办呢？对，所以比方说我们药剂科的同仁呢，他们就去试想说怎么让我们的老人家在看到药袋的时候不会去拿错药。对，所以除了说一些标示之外，还把那个药呢，把那个样子给它印在药袋上，让他能够去看到。那我们那个主管，比方说我们院长是说，那我们这边很多老人，我们要让同仁知道说，当老人家是很辛苦的，眼睛看不见啊，耳朵听不见啊，或是说手脚活动有问题，我们就有一个老人体验营，那我们同仁去体验一下，可能戴个老花眼镜啊，或是绑个很多的沙袋啦，或是用拐杖啊，让他去试看看，当大家能够更贴近我们这边老人家的需要，才能够更让我们的病人呢在服务上能够做得更好。所以真的是要用同理心去感受到老人家的不便，我们才能够最好的服务。那这是我们刚主任您介绍的，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同仁、我们的患者。那其实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社区。那在我们社区上，我们要怎么样做努力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成果呢？其实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在起业之后，就陆续在配合我们嘉义县卫生局有做很多的这些方面的偏远地区的服务。比方说在大埔医疗站，比方说在瑞里的那个紧急医疗站，那边都是我们的医院去支援的。那18个乡镇的复合式筛检，其实也是我们去帮忙大家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帮病人做居民民众做一些健康检查。那具体的例子，比方说这边有一个资料，我们去年总共我们做了大概14000片的这个子宫颈膜片那我们在社区做受检者他年龄就比较大，为什么？他们可能是比较不方便或者说医疗资源比较不发达，所以他们比较没办法受到这样的检查。那我们除了对我们到院受检之外呢，我们还去院外社区偏远的地方设站，让他们会有机会受到检查你看3年跟3年以上的未受检率呢，在社区的就比较多，20%，可见他们可能健康观念比较不是那么齐全或者说医疗资源比较不是很好，所以就比较高。那阳性个案，就我们做出来有异常的个案呢，实际上到院受检者大概12%，可是在社区受检者5%就有一个是在社区受检的这部分，可见我们到外面去做这个社站的筛检，对我们民众来讲是需要的，因为他们可能因为不方便或是因为可能是那个年龄比较大啦，或是说在健康方面知识比较不足，所以就可能是我们可以，这本来就是我们医院一直想要做，一直也在从事做的地方。不过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数字其实一直想说我们台湾健保很发达，可是其实可以看得到，其实还是有这么多社区的民众不方便尤其是在偏远地区。那可以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我们大林慈济医院的用心哇，做出这么好的一个成果来，而且在社区这么努力。那不过主任，其实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医院能够这样推那下去，其实是整个从慈济置业体还有我们执行长、院长大家大力的在支持。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底下影片，我们回来再跟我们主任好好的聊。他常跟我们讲的一句话，慈济医院从骨子里面，他的 DNA 就是健康促进了。把健康促进内化成生命的一部分，在生活与职场中展现健康的观念与作为。随手关灯，多走楼梯，随身使用环保餐具等等，从上而下，以身作则，这种力行成为大林慈济医院成功推动健康促进的主因。而这样的风气也影响院内同仁的工作思考，将节能减碳的观念一点一滴融入工作流程中。2011年，公务室同仁针对不同季节与时段的空调用量需求，将空调设备加装小主机，搭配大主机运转，一年省下250万电费。因为同仁的用心，不仅节省电费，更重要的是展现对节能减碳的决心。我们就把饮水机你24小时在那边运转，我觉得它还是蛮耗能的。那我们就把它改为你到不看诊的时间，就把饮水机自动用。关掉，就让那个时间电椅把它自动关掉。行政大楼下班的时间，它的饮水机也自动关掉。用时间电椅的控制方式来做点点滴滴的节能。健康促进不是口号，而是将医疗的本质做了最全面性的延伸，从关怀自己、关怀他人、关怀社会到关怀地球。
在付出的行动中找回医疗的出发心，而透过理念的推广、员工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将治病的医院变成健康的医院。就上人告诉我，这个法水你要入心，你所做出来的行为自然它会有所改变，而不是说刻意的去定立你 SOP 是怎么样的这个人，这是比较自己的事情。跟你说呢，就是让每一个人培养那一份慈悲心的时候，他在医疗的过程中，他在跟病人的互动过程中，他在跟社区的互动过程中，他在自我的行为要求上就会不一样，让别人能理解到我们不是光口说而已啊，我们还是以身作则的一个状况。所以林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说，我们的林俊荣执行长跟我们的简守新院长他们是怎么样在推健康促进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在推健康促进的时候很重要一个哈，第一章节就讲到管理政策，就管理者他本身如何，有没有重视，有没有落实。那刚刚其实影片里面提到说，像健康促进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生活方式。像我们执行长他实际上对这个就非常支持。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我们社区疗部常有时候需要病人在外面做筛检，乳房摄影筛检，啊，那就我们就去外面帮他们做服务，再回来做乳房摄影筛检。那我们在约会在报告的时候就说，其实这个对医院来讲，做的也不错的，是不是说，因为那个成本也是蛮高的哈，那是不是不那个看请那个院长才是？哦，那时候执行长就说，那问我说，要那个这个对病人来讲有没有好处？那当然这个有实证上说对病人来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有好处的。就我们执行长就跟我们社区医疗部的高专讲说，有多少就做多少，不用担心这个成本的问题。其实你就可以从这边看到说，我们高层哦，就是我们院长、副院长、执行长对这个方面的支持重视。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不是只有治疗疾病而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实际上是不能够做的。对，所以其实很多不是用钱可以来衡量的，生命是无价的。对，那主任，像您做家庭医学科，走入这么。从事家庭医科做健康促进这么多年来，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呢？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感恩，我自己是家庭学科医师，那当然我们对预防医学、对社区医学都是非常重视，在台湾医疗市场做的是相当的好，在全世界我想全民健保的满意度大家都有目共睹，是很多医护人员大家的努力所做出来的结果。可是我们除了治疗之外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一些心力往前放在预防方面？那预防除了说我们对病人之外呢，是不是该做的一些卫教啦，该做的一些检查哦，预防性检查，还有我们的同仁，甚至可能在我们社区都能够去做这一方面的。那我就在这个我们医院里面，在医疗事业体里面，实际上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支持，是我自己是非常的感恩。所以真的预防胜于治疗，真的很开心看主任你做的这么快的哈。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关于环境，我们都知道我们地球大地之母啊，其实也是我们要去照顾的对象，是不是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我想是这样哈，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说，这个医疗的建筑在耗能方面是第二高的耗能，是还有很多医疗的废弃物，那很多这一些方面呢，需要大家来帮忙。那现在也推那个叫做环境友善医院，对，希望能够带动大家从饮食啊，从这个健康检查方面好好去做。希望能够除了说病人健康、家人健康以外呢，能够环境、地球能够更健康。所以吃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当然能够节能减碳。是，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很感恩您的收看，也很感恩我们的林明南主任来为我们介绍健康促进医院的观念。相信大家以后到医院不是只是看病，而是健康促进。感恩您。